女生在接吻的时候为什么会咬你呢？第一个，女生咬你呢是想要你满足她的爱。第二个，女生接吻的时候咬你呢是因为她太爱你了，想要占有你。第三个，女生接吻的时候咬你呢是因为她控制不住自己。第四个，女生接吻的时候咬你呢是想要依靠你和相信你。第五个，女生接吻的时候咬你呢是对你的一种警告，想让你呢不要辜负自己。如果说呢你也想在接吻的时候给女生留下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，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接吻神器，它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个口气清新喷雾啊，液体的质地能够更好的渗透口腔，不需要你二次漱口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支真的是特别方便。细腻的喷雾呢能够更好的填满口腔，它的味道呢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那种淡淡薄荷香。重要的是呢用完之后舌头还凉凉的，你在约会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用上它，它的这个味道啊和凉凉的感觉真的会让女生特别上头的。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面淡淡的香味了。有哪个女人能抵抗得了这种新奇又柔情的蜜吻呢？赶紧安排吧。